因为我有自己的一个 logo 嘛，也很想做一个自己的专属的手机，手机。那也希望有很多歌迷也会用一些比较有自己的一个独特的一些手机。传递燃烧的热点，爆发的强电流，青春的快节奏。这款手机呢，是一个组成一个团队来设计，那我也会参与到设计里面，也有参与到我很多的一些想法。这款手机其实加了很多的一些内容，就是现在也是第一部，里面很多一些主题商店啊，邀请设计师经理设计的一个主题啊，然后还有跟我一些很多的一些，比如说音乐上啊、MV 上的一些关联，还有我一些行程啊等等，都会在这个手机上会体现。那还有更多的还是粉丝和粉丝之间的一些互动。那这是第一步，有可能第二步呢会有更多的一些产品会出现，会有更多的一些什么更多一些手机的客户然后互相的互动啊，还有互联网上一些比较先进的一些等等的软件都会在这个手机上。休息了就想做了出国旅游，去海边。其实我还好吧，没有做过什么太过格、太疯狂的事情。我还是比较守规矩的。